Hello， 天王先生好啊！今日4月12日复活节，耶、！复活节快乐！咁啊，今日咧呢一只咁嘅恐怖兔仔，佢同嗰个 Five Nights at Freddy's at Five Night， 嗰只乜鬼嘢 game 啊？叫咩名啊？佢同里面嗰只恐怖兔仔咧系一样样嘅。咁大家复活节，嘿、hey, ，你好。我嚟通知大家新嘅季节来临咯，我是幸运兔崩崩，耶、yeah, ！拍手，耶、yeah. ！好啦，咁啊，诶、我唔记得同大家打招呼添。今日呢个系猛男执树枝嘅第二集，之前我哋嗰啲咩集合啦、动物心友会嗰啲唔系呢个游戏嚟嘅，我哋呢个系猛男执树枝 ，OK？ 你就系之前我喺嚟呢个岛嘅时候发现我嘅人咧，你有好好保守秘密，冇同人讲我遇到我嘅事嘛？算啦，先唔讲嗰个，咁你阿敏。今日就系活动嘅重头戏啦，为咗庆祝复活节，我哋一齐嚟玩啦！准备好未啊？咁我哋要开始啦噃，打啊，揾一揾，打啊，揾一揾，睇下你自己大髀啦，打啊，揾一揾，喺边度咧？喺边度咧？各个地方都揾一揾，啊！明白了吗？要做嘢都系一样，屌，唔系真系揾蛋啫嘛？揾晒六种蛋，跟住之后就会送你好嘢，仲有就系呢个俾你。系咪最后一个复活节嘅复活节拱门方程式 ？Nice，nice。咦？但我应该已经齐晒噶咯方程式，因为我近呢几日咧，我攞到翻嚟嗰啲方程式咧，全部都系我已经系攞到过嘢嚟嘅，所以咧，我谂应该我系冇争任何嘅方程式嘅，应该系。不过点都好啦，我哋所有蛋都要攞一攞，咁呢啲水果我唔攞住啦。咁我全部嘅树咧，因为我呢一两日咧都冇收割过，我都冇收割过佢嗰个嘅水果嘅关系咧，而家系全部都已经生晒出嚟。咁因为全部都系外岛啦，或者其他嘅地方度攞翻嚟嘅水果啦，咁所以咧理论上嚟讲，应该就系我每一件水果咧系可以买到5嚿水嘅。咁呢个系其中一个最好嘅赚钱方法嚟。有良心又唔使呃人嘅赚钱方法，几好啊！等先，我要去 craft 翻个斧头出嚟先，我要劈树攞呢一个嘅树嘅蛋蛋。但如无意外，我哋今日应该系要将全部嘅蛋一次过俾佢同佢换嘢嘅。我有好多喺屋企里边嘅，我唔使特登出去掘啦，我攞俾佢咪得咯。我储咗好多喺度，因为好，我哋将我哋。呢两个礼拜里面所有嘅复活节蛋，我哋全部拎晒出去，跟住之后同佢睇下可唔可以直接交换先，因为我都唔想花咁多时间咧，再喺今日呢一个时候先再喺咁度劈，应该可以直接换嘅我谂。OK， 我哋出去，但系都整翻个斧头先，我哋冇斧头 ，DIY 做些东西，斧头 ，thank you， 集支架呢个我哋新嘅 DIY recipe， 我哋都未整。揀头斧头，冇石头喺度咩 ？What？ 冇可能，冇嘢我系冇嘅。OK， 咁啊，同埋今日星期日，咁啊有好多观众都话，你系咪弃咗 game 啊？即系上条片都讲紧啦，我就唔系弃 game， 咁但系咧，我仲有玩嘅，我瞓觉，我临瞓觉之前都有玩嘅。咁但系因为我哋而家沉醉紧喺呢一个 Final Fantasy 7嘅 remix 上面咧，咁所以喺呢一个可视嘅。最近嘅未来里面咧，我哋应该都会系直播 Final Fantasy 嘅马蓝执树枝呢啲咧，我哋就再之后先至玩啦，应该会送啲咩俾我睇下先。礼物，快乐家庭协会铜奖座，多谢晒铜牌奖，做咩啊？而家原来我玩呢个马蓝执树枝都要做铜牌仔咩？你可以用三火蛋换其他种类嘅蛋，同我交换一想要嘅蛋。我要交换就可以，有咩事？我把蛋带来咯。1、3、4、5、6，集齐六种蛋嘢，每种蛋来咗一火，可以乜好的？即系一次过喺最尾同佢换嘢系嘛？你送啲咩俾我？复活节男子要来咯，预备太棒了，太棒了，继续享受复活节气氛啦！我哋呢两个礼拜里面，我哋已经竟然自己创造方程式，好嘢啊！自己谂出嚟嘅唔计，即系点啊？总之系唔同我换嘢啦，总之系唔同佢。又交换复活节篮，复活节篮嚟做咩噶？
真系放咗咯，你系嘛？咦，我唔系好理解到，我哋要做咩嘅要？定还是个复活节篮系可以攞嚟开嘅可以？咦，唔系喎，个复活节篮系攞嚟做乜鬼嘅喂？做乜篮啊？呢个系？呢个系做乜篮啊？呢个复活节篮啊，攞嚟？我系咪有啲嘢 miss 咗啊？什么什么？我把单交俾你。你又闹到你喎，一心四五六。又复活节篮？我系咪 get 错啲嘢啊？死啦！我要出呢条片问大家留言先。我唔知做乜嘢喎。我哋有三个篮咯，有咁多篮做咩啊？真系做乜篮啊，大佬？应该系咪有啲嘢搞错咗？好似有啲唔系咁对路喎。等我做咗其他嘢先，因为佢呢一个活动咧，应该系全日嘅，应该系今日全日嘅。我先做咗先，跟住之后咧，我睇一睇观众嘅留言，跟住之后我再喺我哋两个直播，因为我今日预计我都会直播两次，我预计我今日都系会直播两次，即系会直播两次 FF 嘅，应该都系会。咁所以咧，我中途我睇留言，跟住之后再研究一下先。跟住呢一啲咧，复活节壁纸啊，复活节气球 A 啊，呢啲咧，我全部我已经有噶啦。个拱门其实我系咪应该整一整先咧？我唔好同佢换嘢住。其实我唔应该卖咗呢一啲嘅复活节 DIY， 我应该攞嚟俾观众，因为有观众可能唔一定系有齐噶嘛。哎呀，失策失策。但系等我整咗个复活节拱门先。唔通我之前我系未齐？唔系啊，应该齐啦。我有齐晒所有复活节嘅 DIY 方程式嘅，应该系。哦，整咗个拱门先，做些东西。复活节拱门，我未学啊，黐线蕉，我都未学，做咩啫你？做咩啫你？复活节拱门方程式，耶、yeah, ，OK， 跟住整一个先。做些东西，复活节拱门可制作。OK， 哇！呢两个礼拜里面咧，其实我都已经储得算少啦。我每个嘅啲蛋咧，都系得嗰几十粒，一百粒都唔过。我谂应该有好多观众咧，可能每样都有几百粒咁样，玩得好干嗰啲观众咧，我都冇咁干。好啦，复活节虽然就嚟完，但我哋都放个拱门喺度先。我只拱门装饰在这里，冇地方放，屈屈，我呢度，好嘢，复活节气氛唔错，我哋再放埋啲复活节篮喺度先，啲篮，我哋放个篮喺度，复活节篮装饰在这 ，OK， 再嚟放啲咯。复活节篮，我换咗咁多个翻嚟玩点？点啊？我整完个拱门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嘢啊？可能你肯我哋再进行 DIY 咧，我藏开你啲方程式，你差不多都制作过了吧？哦，你已经制作了很多，大概完成下两种左右，要继续努力。仲有两种？我仲有两种未整，我系有两种未攞到，定还是有两种未整啊？喂，等我睇下我有边一个嘅复活节嘅 recipe， 我系冇个 tick 嘅先。因为在那个制作台里面呢，有 tick 就代表有做过。等我望下先，我唔通有啲未做过，冇理由噶。复活节 A 我冇做过，复活节 A 我冇整过。我攞咗个方程式，但我冇整过，因为我形住佢系一样，只系颜色少少唔同，所以我冇整。复活节可制作可制作，银莲花呢个唔系啊，我哋睇季节方程式。全部都有 tick 噶咯，即系我有一款嘅，可制作可制作，呢啲唔计啊嘛，自己学翻嚟嘅呢啲唔计啊嘛，要执翻嚟先计啊嘛，佢话，即系话呢啲咁嘅衫裤鞋袜呢啲唔关事啦，复活节阑珊，哦 ，OK， 咁我应该学晒啦，而家 ，OK。喂，咁头先话要问观众嗰样嘢唔使问啦，哈哈 ，OK，
直去，我嚟啦，全部嘢学晒啦，整个晒全部嘢 ，come on， 咦咦，难道你已经找到所有我藏喺你方程式，全部制造过，耶，好厉害，你就努力啊，咁嚟啦，预备，开玩笑的，冇嘢咩，竟然系，我特别为咗今日准备另外一个方程式，就系呢、這个。然后有嘢，崩崩不倒 YY 方程式，来，这是最后一个挑战，你将呢个制作出嚟，我真系会俾特别奖励你。只差最后一步 ，OK， 我哋整埋呢一个，崩崩不倒 YY， 即系不倒翁啦。OK， 我哋翻去整。其实我哋而家每次都要翻屋企去个制作台度整咧，其实有啲烦。不如我哋将个制作台放喺个广场隔篱啦，不如。如果成日都撞到呢啲咁嘅嘢嘅话。OK， 崩崩不倒娃娃，OK， 上边呢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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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崩崩不倒娃娃，系边位？我未学咩？咦？啊、哎、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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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潮！我以为我自己未学，冇理由噶嘛？呢、這个。OK， 劲 creepy 啊呢个公仔，但我哋放喺间房度先。我哋到而家我哋暂时呢间仲系复活节房，但系复活节完结之后咧，我哋就会转噶啦，应该都会。首先复活节篮都放一个啦，跟住之后呢度放埋个崩崩波岛娃娃，复活节个 A 都放埋喺度啦。退入啲先，跟住嗰个公仔咧，呢、這个系咪？唉、哎，呢、這个游戏究竟要几容易可以令到一个阿叔满足呢？OK， 真正最后嘅大奖系嘛？就系、是、喺我哋整好咗呢个不倒翁娃娃之后嘅事啊嘛。好，系时候啦。复活节活动、啊、我想谂，我想问下咧，如果有观众系呢几日先开始嘅话咧？你个醒未起好，系咪连呢一个复活节活动都冇得做呢？因为我见到有观众话咧，佢哋嗰个接待处未起好咧，连呢一个钓鱼大赛都冇得玩。可以制作出复活节棒、欢乐方程式。你唔可以话又系方程式啊！最后用特别嘅版本嚟庆祝啊！预备，欢乐，欢乐，欢乐。OK， 多谢参加活动，呢、這、一个系完结咗啦嘛？呢、這个真系真心完结啦嘛？等我整埋嗰个复活节棒、欢乐棒，系咪有啲咩性暗示啊？又有啲咩欢乐棒？好，我哋整埋呢个应该系变身棒嚟，应该系。琴日钓鱼大赛咧，佢有个咸鱼变身棒，嗰个我都冇交换到，其实好可惜。其实，诶，系咪个 recipe 啊？我未学啊，潮。同埋钓鱼大赛我就玩咗一阵咋，因为我睇观众话咧，原来系开岛跟住之后成班一齐去到钓咧，系嗰个效果系快好多嘅。星星碎片同崩到不倒娃娃，崩崩到不倒娃娃，星星碎片要三粒，我有啊，我有好多啊。我哋先做咗嗰个娃娃先。跟住之后先再整呢一个嘅棒，嗯，个娃娃咧，喺度嚟，先整一个。点还是我要整几碌出嚟用嚟送俾观众呢？可以慢慢，因为我已经有嗰个嘅方程式喺度咧，我哋随时可以再整到嘅，所以呢个唔急。啲蛋我都唔谂住卖，所以如果有观众系冇呢一个 recipe， 未玩到嚟呢一步，但系又想要，我可以留翻住啲蛋，跟住之后咧再睇情况，可以将来用嚟送俾观众，或者你可以等到下一年嘅复活节咧。不过当然啦，送俾观众系最开心嘅，开心啲啊嘛，即系正所谓啊，
有咩系要大家分享一下噶嘛？蛋啊，揾一揾，用蛋放一放，做一做。有咩事？我将蛋带来啦。又系换篮啊？系咪？复活节篮唔要啦，净系攞嚟俾我睇，梗系攞嚟俾你睇啦，净系。好啦，咁即系正咁样咧。咁我哋今次呢一个复活节嘅活动，所有嘅嘢咧，如无意外，应该系我哋已经攞晒啦。系咯，全部换晒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但系今日最好笑就系咧，佢哋全部嘅呢一啲居民咧，都变晒呢一啲嘅复活节衫。佢哋冇 size 唔系好啱。我哋中个金钱树先，够唔够10,000蚊？我哋够唔够？身上面唔够，我哋8,000蚊啦，中少啲啊，冇所谓啦。钱呢啲嘢，赚少啲冇所谓嘅，最紧要有个良心啊嘛，最紧要系咪？咁同埋我哋全岛嘅水果咧，我转头我都要咧，我转头都要搞一搞，因为我哋要全部拎晒水果落嚟咧，跟住之后拎去卖，应该都有几万蚊可以买到翻嚟。好啦，咁啊，大头菜嗰方面咧，我今日已经买咗好多啊，所以我都唔谂住再同佢买啦。阿曹卖90蚊一棵啊，今日我好平啊。差不多最低价，我系已经买咗几多呢？我买咗大概50-60万左右嘅萝卜，我全部放晒喺呢一度。因为点解呢？因为我今朝早揾佢嘅时候咧，佢系企咗喺呢个角落头度。咁我喺呢度同佢买，买完之后咧，咁啊成个袋咁啊装唔落啦，咁跟住之后我掉晒喺个地下度。咁所以咧，点解系我放到去成个地图右上角都系呢一个嘅萝卜就系咁解啦。分到啊！咁我哋咧，呢一个系同大家 update 下呢一个复活节嘅最后一日嘅内容啦。如无意外，应该今日完咗之后咧，只兔仔就唔会再出现噶啦。咁我哋同佢换晒所有嘅 DIY 方程式，所有嘢都整过晒，跟住之后整埋呢个复活节嘅棒。咁啊，正如我头先所讲啦，咁我哋剩得落嚟嗰啲蛋咧，咁我会留喺度，我唔会拎佢卖嘅。咁啊，如果有观众系可能复活节期间未开始玩，之后先开始玩，咁我哋可以喺往后嘅日子里面咧，有机会嘅，我哋可以将呢一个嘅复活节变身棒嘅方程式，唔系方程式啦，即系复活节变身棒嘅呢一个道具咧。如果你好唔好彩，你系冇嘅，咁我哋可以之后可能去观众岛度做手信又好，或者用嚟做交换嘢又好，乜都好啦。如果譬如话你有多条咸鱼变身棒嘅，咁我冇啊嘛，咁你同我交换又得，系咪？咁好啦，咁我哋今日呢个咧，继续同大家交换呢一个猛男执树枝之复活节换蛋蛋嘅呢一条片咧，我哋先到此为止啊！希望大家中意啊！如果大家中意咁啊，记得揿翻个 like 啦。咁我哋今日呢一条片推出嘅下昼咧，我依然都系会继续直播玩呢个 Final Fantasy 嘅，大家未必会收到通知。但如果你系有兴趣嘅话咧，咁啊记得入嚟吹下水。我哋一路吹水一路打机，因为都系咁啊，希望大家支持啊！好啦，咁我哋下条片再同大家见面啦，系咁先，拜拜。